温馨。希望你平安无忧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阮是人口的女风中，生水是古水古淡薄啊爽。倒手，正手。希望你平安无忧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阮是人口的女风中，生水是古水古淡薄啊爽。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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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平安无忧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老师啊，你现在你知道我要安怎解讲无？我唔知影咧，为什么？现在吹唔免刷，你咧创啥物？哎呦，这个工课，得爱个爱个讲一摆嘛。好啦，恁大家都前后拢一盘散沙，啊无一个是讲三楼我要看啦，伊讲哎你唔捌迄我来用，我前摆讲伊未要啦。啊，那当食起嘴嘅，无路用。好啦，我算哦，哎，无唔对。我唔，你讲遐啦。好啦，老师，你就是做代志足认真诶啦。所以螺丝拢设计安尼。你唔知影。凡事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未使定打啦，未使凊彩啦。好，能力好歹一回事，爱尽力而为啦。啊，专注安尼啦。做代志就是安尼嘛，专心嘛。啊，忙一支嘴讲讲诶，啊，咱未无做啊，安尼就免讲嘛。有啦，伊有搬一个物件落来啦。啊，迄免讲诶。好是安尼啦。老师，你别生气啊！我得别生气，你别生气啊！因为哦，老师，你这样你要做好代志对无吼？哎，这间人吼，人家优待来待咱老师采访。你去报哦！哎，报喏，啊，无人恁新朋友唔知呀。但是报嘿，这代志当哦，做只抛砖引玉的，讲滴大家做伙做啊，对无？好代志呢，大家呢吼，那是拢会当来付出的话，为社会呢来做一寡呢这好代志，安尼呢连接起来的话，就是一件大事情了呢。我讲啦，迄个知什么知，唔知什么唔知啦。哎，啊，那明白什么明白，啊，无明白个，像咩做一条个起来酸的无？哦，接受啦。起来酸的迄个无？哎，我无修养个呢。哎，真正老师。哎，真哎，飞机飞到头壳顶啊，较咪叫去选习近平。我懂。真个乌克兰，安尼健康蛮去选普丁。伊无啊。干来要糟蹋阮这善良人。个屌咩？蛮当作阮这嫩啦。系好啦，一看我讲你咩？有哪有目睭咩通看啦？个屌咩？我那嫩靠，我变那过阮只老婆山。啊，你冇。我唔是，你看要强就当强个啦。你冇当作你爸爸，我更唔知影咧。我讲听啦。十天内若无人去请你泡茶哦，恁爸全收起来袂瘾做啦。老师，你莫遐生气，莫遐生气，那是少数啦。因为人，你若看咱的节目咧进行当中啦吼，物件遮尔少，根本哦，哎，做无到时段费咧。甚至咱老婆山咧吼，若是需要啥物货，老师佫另外开钱买一个物件吼，咱老婆山咧。我甲你讲，拜六搞我，你是公然侮辱这个人哦！对，伊这世人赚的无够，通去赔我。哎，有真正无，真正无，真正啦。哎呐，你啊看，我讲听哦，我刚要放伊山，多讲一个做法。什么做法？伊要上山起来搞回事嘞。啊，无我绝对袂放伊山。啊，对，这袂使好样嘞，因为伊大车安尼，伊咪去欺负别人。全国诶，主持人
无一人得罪你嘛，你嘛袂使对别人安那。啊，伊无一定会对主持人娘呢，有可能厝边头尾嘛，有可能会做出这个代志呢。哎，着人品歹，修养无好嘛。哎，对吼咩？哎，皮一边按着对啊。哎，对。哎，你茫当作怎个，啊，你化妆就妆呢？无可能的代志啊，袂使安尼。哎，欺负神农老百姓。我虽然无读册，我有哪溜盖头的呢？对唔？你看哦，咱老师这部经营当中哦，伊是长久以来哟。开钱买时段呢，吼，甲做伙甲咱老婆山呢来做功课，啊来关心老婆山，啊关心咱社会弱势，对，工作做甲安尼来啊。你看看恁伫厝内底，无兵无必肯，嗯，伫厝内底个当哦，安尼来做功课，要对错呀？哎啦，嗯，我们看来看来，来发现新台湾哦。一开始要去这个佛堂吼，所捌我的人，无一个人认为讲这是事实，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家拢知影。啊，落尾手我甲因讲，我互因知影讲，为什么我要去这个佛堂？因为早当时我破病的时阵吼，啊一直检查无迄个原因。落尾手我去伫长庚医院检查了时，看报告是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已经是末期。只要目睭背筋就减一工，迄种痛苦日子足艰苦啊！所以我就甲医生讲：“你甲我开刀。”问讲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勇气？我就甲病交代好你，我甲命交代好伊啊！有一天暗时咧困的时候，他就来我的梦境跟我说：“你要找一块地，啊，盖个佛堂，好好的进修。”就这样子在完成这个佛堂。林国雄出生于渔村，自小家庭贫困，从小就打杂工贴补家用。做事坚持，明白事理。除了经营生技产业外，同时也是惠安佛堂创办人，热衷公益行善。而这一切都要从民国94年谈起。民国94年，林国雄当时46岁，因长期喉咙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却无结果。有一天在熟睡当中，刹那间感到疼痛不已，惊醒过来用手轻碰，却发现脖子左下有颗肿瘤。检查的时阵，我阁无认为我介严重，因为迄个时阵我体力阁真好。一直到我伫病院，伊甲我宣布讲我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剩三个伫迄个时阵，我敢若捡雷卡着安尼感觉，我敢若想讲，我即世人是歹性地，我从来毋捌讲过白贼，毋捌害过人。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运命？迄个时阵我咧思考的，我的囡仔要安怎？啊！以后因要安怎？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人，我想我有责任，我一定要去活落去。所以我就讲，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治好。我甲医生讲，医生，这个病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我处理。事实人若咧破病治疗的过程足痛苦，尤其是这恶性肿瘤，只要是朋友入来，还是熟悉人看到，我当时我无法度当去。接受的这种的身体健康跟不健康的落差，啊，我就回头要走，但是要走的时候也没体力，我太太说，叫我就要勇敢面对，所以我就，那个时候，那句话我就认为说，啊，这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慢性病而已，所以啊，又看到太太对我这样那么支持，所以我这个力量我就很大，再加上背后有一个新的力量，让我做瓦克，这是不对。人必自助而后人助，或许是林国雄平时的善心与修行感动到瑶池金母及观音大士来相助，而林国雄也向上苍发愿建庙，发愿行善。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可能我无遮伟大啦，但是尽我的力量，我做会到，我尽量。因为从细汉，阮嘛是真艰苦的家庭，大汉的囡仔，所以是大人无在身躯边，拢阿嬷在带。啊，等我今麦有今我崩堂个盘的时阵，我感觉讲，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区、地方，有很多角落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一挂弱势，属实需要咱做会高人去帮忙。
像每年我们都有白米的赠送，啊，搁有的是冬天有暖被啦、夹克啦、大衣啦，哦，还有清寒家庭的个案。惠安佛堂每年都会举办公益活动，关怀社会弱势族群。林国雄也用佛堂的名字创立了生技公司。从事广播业多年的林国雄，将生技公司与电视媒体结合，希望更能照顾老人的健康。我的赚钱不是白得，是我爱把这些老婆生、这些老大人的身体也顾健康。因为我虽然是阿妈带大的，所以我真了解这些老大人因的需要，因要爱是啥物。虽然我力量不是真大吼，但如果会当的是，我们一直针对怎么样去照顾这些观众跟身体有病痛的老人家，我们尽量去找一些好的方法，让他们把健康找回来。希望讲我做的虽然一丝啊，但是后边面跟上来的，希望会超过我们，安尼个点都卡好。分堂。根本就不是以赚钱为目标啊啦！反正要臭肥一个啦哈。哦。我人较轻轻俭俭的吼。嗯。啊，唔要乌白开乌白母吼，啊，都家己种菜家己食吼。嗯。我那未枵死啦。对，咪搁伫家里红啊，红起花嘞。我那未枵死啦。好。啊，搁伫家里红青筋青肉啊。是因为咱讲熟悉啊，都离阿母的家庭啊。我都有下过迄个关，啊，我就是爱安尼做、嗯。我要来顾一寡只乡亲朋友老婆婿、嗯，我都尽力而为嘛。因为我都做会到的、顾会到的，我拢尽量，都安尼尔嘛。迄、那个规个家当全部吼，拢安尼为吼，看活动迄边哦，全部拢开个扛扛扛，搁兼贷款啦，开七八千万呢。迄种开钱拢基础啦，这什么基础？起码很多个人搁要贷给我。警察，人看着你会走呢。真是真是搞，要贷无爱好，无爱贷给我，安开食啦。你在你红庆庆庆。咱张威义雄，咱张威义雄咧做个代志吼，我嘛是有那光明磊落的人啊。你敢想像咱中电照明扶持啦吼，一个月100块钱。我请这么老婆婿，咱去庙拜拜，敢唔免买一个金纸？哎呀，迄、那个金纸上俗偌济？100块。哎、欸，我迄拢200，以后个有300。哦对啦，啊，咱都讲伊100块，即摆个起价嘛100块。好。哎、欸，啊，咱就当作是买一个金纸啊，来和阿母沟通，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哎、啊，有啥物唔好啊？对对，而且咱老婆婿根本个吼，唔免安尼千里迢迢来到家境啊，尤其是即马个是疫情的时阵啊，我嘛不爱大家群聚。啊，恁敢那迄个，卖讲坐车，你敢那桥都卖有钱，欠开。来开都有啊！你请咱老婆婿，咱张伟咧做个代志就安尼尔。我讲无讲哦，你要斩头的开几万，你要消灾解厄爱开几万，无啦。人我共处理代志呢，包红包我红包袋啊都爱寄人。对咩？啊，真啊，看啥物人搞寄过红包袋啊？你请何老师安尼啦吼，安尼大伊化解遐一堆正了，大堆有当时啊，老师安尼化解完了，回身躯起来咧安尼啦。好，啊是你体力咧，迄工拢家己个呢，拢免省个呢。你若请省，你肯定安尼解三千人啊咧。咱免为着迄种无路用人来咧解税这代志。说的也是。哦，所以咱得做好咱家己的。光明磊落。20多年来，按张伟咧做个代志，为头到尾你听我看嘛。其实那我做在老婆婿，我个人甲做个拢同款，我也毋是讲讲一种做一种的人啊。唔是啦，啊、我嘛毋是讲山顶即个人山脚换一种，我咧山顶山脚就是拢安尼人嘛。嗯、你有和我相处的人，你就知嘛。嗯、所以真济老婆婿为什么伊要对我？为什么伊要相信我？嗯、哦，20多年来为到落尾，为什么选择到尾啊，也是要选择我？咱这阿嬷带大呢，实实在在咧过日子，也袂欺欺骗骗啊，啊，毋是介好吗？对你对我对大家毋拢介好，光明磊落。咱较着为着迄个迄一丝仔钱，啊，卡来你啊讲白贼，啊乌白做，
啊，看来你有诶无暗时你未困的，歹势我做好困诶。哦，我碰一腿，我就天光啊。哎呦，光明磊落嘛。真是。好啦，啊，我们来跳机车舞，刚好。啊。跳机车舞，刚好。今天跳机车舞。啊，无咧。好来，机车舞。机车舞来。预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唱，把后头戏，一二三四，祝你拜，拖出去，飘，赞，赞哈、哦。我今天要来讲阿呆啊。阿呆安怎吗？阿呆的某叫做阿花。阿花，你知影吼？知哦。哎啦，我的故事里面都查甫就是阿呆啊、阿腿啊、阿公啊。阿查某的咧。阿花、阿娇啊、跟阿瑞啊。好。以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纯属虚构巧合。哎呀，那个阿呆啊、跟阿花两个是阿阿婆。好。啊！阿花做个特客兄啊！有这个查甫人哦，该做哟。你也袂得好啊！啊，做客啦。啊，即马吼，每个人咧甲阿呆讲呆啊。嗯。恁某做个特客兄，阿呆是阿呆做不爱相信。我绝对唔相信诶。对啊，对啊。又一天去上班啦，车开到半路。嗯。是讲哦，即要等下甲偷味看卖，大家拢看公公拢查甫人带等下到厝，我唔相信我等下甲偷味安尼。哟，大家拢讲我摩托车呀。对啊，伊即马等下车放远远呢，伊都往行啊行，哎，无开门入去啦。啊，无影落去。伊吼爬去你个树仔顶，拄啊伊个窗，伊个窗仔门外口吼，房间门个外，哎，窗仔门外口，拄啊一丛个大丛山啊。好，山啊。爬去山啊树顶边看落安尼，看伊房间入去啊。啊，结果咧，真正诶，看到阿花甲阿腿啊，腾光光伫啊咧咧失落吼，腿啊，腿啊咧甲阿花求你嘛，隔壁腿啊，哟，哈，又偷着隔壁，吼，阿阿呆啊，话你阿公诶呢，你阿公咯，哦，啊恁爸真正，安尼，逐工安拼甲要哩，我一日出门啊，你随客啊揣到到厝，哟，吼，按算讲石头啥要甲啃你啊。多听听阿花咧讲话，阿花咧，啊，对啊，你搞我都爽，哦，我吃一粒碰西，让你尝，干嘛要春天要吃碰西？那种寡人呐，你讲叫腿啊，改富都爽啊，你要吃一粒碰西，好腿啊，穿啊你，哦，腿啊结婚嘞，我连要穿碰西，要，你讲富都死，你死，你死。啊！即马待啊，你手啊顶了，哪想哪用？啊！恁爸甲你付了久，你将来唔要请一领蓬西给我穿，腿啊甲你付无两个呢？你要请蓬西给穿？有啦！啊！我你安尼，哦，哪想哪用安尼啦？我连无蓬西通穿，伊石头都不爱穿啊！伊动大声，腿啊！哦啊腿啊！有人咧叫呢，腿啊！我甲你讲。你家父老死，恁爸做就是西装，我你穿。啊，你是要穿西装，还是要穿迄落啦？我要穿蓬西啊！真正有影，该害就是安尼。好啦好啦，关心老菩萨较要紧啦。老师，咱今日关心到一项。
会创爱呢，哎，乱呢啊，阿无爱讲，咱即卖来。二无萧条。咱老师，咱即卖吼，咱来。什么？超级功夫敢好？哦，好啊，好啊，好啊，来。二无萧未掉啊你啊，二无萧条啦，你创什么会啦？咱做咱的超级功夫。火鸟公，火鸟公嘛怕转，叫你啊！你嘴合合，爱提纲加增料的。好，我就讲一，正平一连，正平一连，倒平一连，倒平一连，头前一连后边一个后位。二就是两连，三连三连，一口气五连啊，不要紧啊。好喝，我来讲一杯，学起。我来讲，学起。火鸟公，起起！赞，超级香、啊！大伯来讲，以后呐，这个问题一个扣五百。我是绝对讲到遐做到遐哈。拢一盘散沙，真正，为头到尾拢放散形散形。恁都唔知咧创啥物，我拢看拢无啦，真正。吃饱干也淡落来呢，我白来。超级笑话。好啦，我来讲笑话啦。好好。柠檬盐哦，笑话咱袂使无讲。哎呀，袂使哦，咱老婆婆无好。嘿，阮私底下的代志啊，遐唔老婆婆无关系啦。我来讲阿呆啊啦。阿呆呀。阿呆啊，去开查某啦。去查开查某啊。有啦。啊，开开呢吼，伊去坐公车啦。好。开查某坐公车去开查某。哎呦，该惊讲开开的，咱卡车开袂得开，坐公车呢，哪里袂记得拖？开车我袂记得拖起来。哎呀，伊讲咱考清个哪里袂记得拖？哦，哎呀，啊袂记得拖，怎上车去呢？哦，煞叫阿花看到。哦，阿花咧讲，等下等下，你的车库又无讲你的哪里喏？因为你的车库无关啦。哦，你的车库无关啦。啊，但哎，要受苦的哇！今仔热人内裤够不穿，拢脱起来。怎么开车不免穿内裤？哎，安尼较方便啦。啊，脱只内裤，那拄着恁点么穿内裤？对对。拢假的，假话讲阿花阿花。啊，你敢唔看到我的车？我车库无关，你看我车。我车库无关，你敢唔看到我的车？啊，这个阿花公安那？阿花公，无啦，我无看到车，我刚才看到车恁那呢啦。车恁那？哎啦，哎啦，迄台车敢上有咧滴油安尼啦？哦，车个滴油哦。哎啦，迄台车有咧滴油安尼啦。好。哦，有咧漏机油啦。漏机油哦。哎啦，阿爹阿公。阿花爱讲吼，哎呐，好啊，佮改伊款迄落迄落啥，眼睛加去毛宁谷，去毛宁谷过了吼，我都算算起啊，你敢要试过吗？你讲，阿恁也好，去开查某个人开车啦。哎，你看到迄个人讲呢？无呢，无正经只呢，我要讲一下正经的。嗯，阿花，大家我拢坐公车去咧上班啊。有。啊，有一间个个阿女也讲啊吼，阿女啊，我真正有够衰啊呢。是安怎啊？我吼本地哦，伫坐伫公车有无吼？我本地要放屁啊！啊，你客间我怎啊变怕会出来啊呢啦？放屁变怕会。系啊，你讲我公车我客个好啊。嘿嘿。即摆女也讲你无够客。你敢知影？我安怎？你敢知影？我安尼骑公车要去上班有无？啊，安尼骑，啊，骑到你有心呢？叫做摇啊！哦，
啊，揢就揢到有心的。走人，真正，哎，拢无穿内裤。啊，较凉啊。嗯。我来讲阿呆啊。阿呆啊。去参加阿丘巴比赛。哦，阿呆啊，算啥人呢？嗯。啊，去阿丘巴比赛哦，拢无人阿得赢呀。吼，遐牛哦。哎，到中国赛哦，叫一个体格哦，吼，像个超人咧作战呢。吼。还没压到对了。啊，胜冠亚军争霸赛。对啊，对啊。结果我那是阿呆啊赢。好可怜呢。对啊。规场的人感觉讲呆啊，啊你都无到六十斤，是安怎样？这规人百外斤的，大家拢压输你啊！原来够运动健将。哎呀，你的后牙教练呢？啊，后迄落是那你的手教练安尼啦？健身教练呢？对啦。啊，这个呆啊是。今晚大家问讲，阿呆，你的手，你的手那是安怎练出来？你给我教者。你大家真的要知哦，哎，我才知，要知。真的哦，对对对对，我讲哦，好好好，你讲，大家拢在拍手机。台北市黄小姐的尾巴最后的火车站，一点钟要来关心阮遮，为什么阁走出来呢？关心阮遮老菩萨的这个啊身体健康的问题吼，因为咱讲事实啦吼，有真济咱的老菩萨吼，离咱即马像天气，即阵感觉阁冷落来了后，安尼三更半暝都拢安尼，啊走便所安走袂离吼，要讲啊有个人神经也袂调。啊，有的是有那有招，
啊放未出来。我、哦、这有足侪原因啦、啊、吼，足侪原因。我一行来甲恁关心啦、啊。哦，先来讲到咱有油放未出来，真侪大多数即拢是查甫人较侪啦。哦，查甫人油放未出来，是因为咱有个尿壶腺增大。一个查甫人个尿壶腺哦，对细汉一粒像米豆啊，到落尾大粒起来，多一粒像栗子啦。哦，过来愈来愈侪岁，伊就愈大粒，就一粒，就一粒就像个。诶，款呢就迄个，诶，鸟仔卵眼同款，哦，啊，无就来，即马来大狗尾啊，只像鸡卵，有人严重大狗只像蛋嘛，大狗只像蛋嘛，遮大了，对啊，诶，足恐怖的啦，啊，你袂当掉，伊个像像蛋嘛，伊去逮着就滚啊嘛，嗯，即马逮着压迫压迫的时阵，像咱水缸啊，手甲地呢同款啊，啊，就就放袂出来。等你这部石若无放出来，你就知影石内面有石洞嘛。你无放出来，伊停留伫咱的膀胱的时间就伤久，咱膀胱的发炎嘛。就变成膀胱炎。哦，啊，膀胱发炎啊，所以咱会有一个机制，咱咧会把咱的膀胱的石，佮抽等个油脂佮过滤一摆。哦，咱就是油脂的判，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一直重复。所以医生讲叫你唔好禁尿。我嘛不爱禁尿，唔过尿放未出来，尿掉入膀胱内面，含禁尿是同意思。哦，同款的情形个对啊。是同意思啊，啊，所以像安尼时阵，足侪人足冤枉来讲，我薰啊、酒啦、槟榔、胶拢无，食食个清淡，生活个正常，嘛是咧西药剂，真足侪人拢安尼。嗯，足冤枉诶。别讲迄步骤放无好势，安尼就西药剂啊。查某人虽然无咧无线吼，唔过查某人有排巴肚，十个月。麦当若大坑起来，咱的膀胱就堆积落啊。等你囡仔生了，啊，你括约肌无力，无力哦，伊就会流尿，就会渗尿。哦，你尿个尿袂掉啊？诶，吹切个大声，出一个拍一个卡手的痰液。高滴个痰液啊。那么刚才淡淡湿湿，伊会感染嘛？啊，感染吼，那感染就下身骨盆腔会发炎嘛？规组的。啊，那感染位置都起来到膀胱发炎嘛？膀胱炎。对，因为干那会流尿。地疏甲，互你安尼膀胱发炎来倒对腰子起来，全年久未清，这唔对的工课反复伫遐做，到落尾腰子就去生。赶快生腰子。嘛是安尼啊，啊伊也无什么慢性病啦、啊，无什么歹习惯啦，嘛是赶快来生腰子，这个是这个情形。所以老婆说，咱人啊，一旦到一个年岁，你一定爱好好啊，哦，了解你的身体状况，爱好好啊顾。你咱的食食要注意，以外咱的坏习惯一定要改掉。人讲事实啊，无西药剂呐，一旦摄落吼，一三五二四六，你食饱就单西药剂呢，人生就拢去了了啊。一个洗四点钟，洗到下面拢乌噜呢，拢无营养。啊，有的人是洗了，伊的磷的伤高，按磷的伤高，根本无支付啊，你爱家己自费。一摆开的拢几万的，有诶一两万的。啊，那用完嘞？用完啊，搁用啊，看你偌久用偌久啊，老婆生。迄洗药剂无免钱，但是你家己开较侪遐呢。对。所以咱讲真正卖蛮惊，加迄洗药剂一工，迄一工了天。曾经伫咱台南度一位好太太，我也捌讲互咱听哦。伊有一工透早，迄差不多伫三年前的代志。一工的透早啦，啊。我迄阵六点我就开门啊嘛，咱的佛堂就开门啊。那么我伫遐咧加树尾哦，啊奇怪，我看一个查某人哦，都七早八早啊，就入来咧拜拜啊。哦，还别讲啊，拜了就拜，就去你咧某娘遐拜。我看，甲看，他好像有心事啊，但是我唔捌伊啊，喏、哦，伊去你某娘买遐，哦，跪要跪半点钟久诶。啊！我工课做甲一个抗战，我是讲来伫个发霉波遐啉一个茶呢吼，啊，看过来做，结果啉茶的同时，伊伫顶悬落来，两个甲我叫张辉老师，我想啊，你什么人？伊讲伊台南的好太太，安尼啦。我啊，什么代志？伊讲哦，伊一礼拜无食，一礼拜无困啊。是安怎？哦，对啊，这个是讲啊，无食无困，煞无看医生。伊讲，我就是看医生了，全无食，未食未困啊。我哈？哪呢？啊，就医生讲我吼，可能爱做心理准备啊，我药剂可能爱洗啊。
但是有钱啊。对啦，伊坦白跟我讲，讲我的经济无问题，我的囡仔嘛介友好，翁婿对我嘛介好，就是我的身体未做主情，真嘛唔知是变安怎，美中不足啊。我啊，医生有跟你讲外久无啦？伊讲医生讲哦，上久半年，啊，近正可能三月日啦。三月日，所以爱做好准备安尼啊，心理上爱做好准备啊。啊，我嘛唔知要安怎，我今仔求阿母给我保庇安尼啊。我甲伊讲讲，阿得神阿得灵啦吼，阿得医生照看，好阿得。反正真阿未洗药剂的嘛，哎、欸，要洗药剂，只能个先代讲啊。拢阿未这个工作阿未做，来，脚动较大嘞。你的生活方式、甲你的饮食、甲你的种种方面，你拢爱注意。你爱有一个好的方法观念，甲药剂顾好啦。安尼啦，阿伊讲，哎、欸，要安怎较好？我讲，阿都要有方法啦、啊。老师甲建议啊。哎、欸，当你咧放尿，那臭尿破险，有个人最冲袂清气，你药剂拢差不多歹啊。人讲熟悉嘞，做侪人啊，哎，有诶来磕疼落来，你洗衣服家己就皮哦，安那走就走了嘛，你得注意啊。药较高。尾后何太太伊叫我的，我予伊建议甲观念哦。改变生活方式。啊，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假设人伊即马都，较近嘛三年啊，伊嘛无洗油剂啊。冻掉诶。哎嘛，无较好啊，无较歹啊。好。拢变安尼。加在免洗油剂。但是油剂若无好，你会记一路。第一。腰子无好，人会生，人会忝，人会较懒死啦吼。这个都故意啊。啊，第二就是无胃口，啊，有当时啊，抱心阁想要吐。第三就是放尿阁会起泡。就足典型的哟、哦。第四腰子肌肉发炎。嗯。哦，诶，无大硬。第五就是真高尿，啊，食饭放真少。高尿诶。啊，第六就是水肿诶。水肿诶，这气拢纳恶落啊。真正诶，啊诶，有诶困醒诶，面咱含含手扁扁。扁扁个袂使。第七放尿白落诶。尿蛋白。哦。这嘛做典型诶。是第八就是贫血诶。医生讲你有贫血，你腰子绝对无健康。第九糖尿病诶人哈、啊。嗯。因为三个糖尿病，一个咧洗腰子。对。哎，洗药剂也三个，其中一个糖尿病个对。一路改观。高血压、胆管炎、加无奈洗药剂哦。赶快来得力。啊，来啊！第十一就是痛风兼尿酸的，你即阵哦，痛风尿酸也走来走去啦。啊，这些注意哦，这无奈洗药剂哦。第十二尿道感染，唔放紧紧啊，要慢放无啦。放尿少会挂一天，有诶七个六个手甲会生啊。啊，所以家庭管理我要安怎？你要有正确的观念甲方法，好好照顾着你诶膀胱、腰子、哦尿道。除了看医生以外，你家己一定要要伊啦哈，无人敢保庇，身体健康哦，平安无代志。大家一起来。拒绝所有烟品瘾害。我拒烟，我骄傲。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三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进前都爱食五百、困五百，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长辈带有厝的人去做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吼，会问医生甲你评估，假使可能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千万甲比起来，打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困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用等于厝的休困啊。等于厝的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或超过48点钟的时阵，哦，感觉讲呢喘气喘袂哩，会晕、会戆，心花头、跑不出来，啊，佮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来叫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分比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来，老菩萨哦，顶一回伫咧大犹太时阵，真侪老菩萨拢无买着，啊无买着啊，你啊安尼啊，赶紧就赶紧去。啊，我讲我圣诞嘛过呀。嘿啦，哎，有个人都无买着，讲哦，安尼无公平啊，过来，为着公平，今仔个卖一工，来看你啊。非安动的哈，健身课哈。我今仔优待了吼，你若要搁伫遐住吼，迄碗住就少。真正来个无优待呀？无啦，好，一罐1000块。买一罐1000，两罐2000，买两送两罐，买两罐送你两罐，对不对？
哦，啊，那个中上中上中上的呀，啊，中上的对。哎，这两关是老师开老师的哟。这关我也教嘞。什么老师？你多少关？五关，那么优待啊嘞？我今仔个优待啊。五关2000块。啊，你开2000块尔啦。先拍先赢啦。好。0800-0085-89，我跟你讲。安那。好，我这老龙秀诶，这个益生菌哦，大家喝了。有专利的益生菌。十种的专利哦，老龙秀。哎，老龙秀的益生菌啊。益生菌上市款。各个价值观啊，安尼啦。哦，那不错咯，20多。今年20多就。今麦啦，各个我讲你买，你无看到迄领导的代志啊。对啊，我是做优待。那不错，我讲真正。好。这无趁钱以外，佮阿伯吹过兼斗塔，真正斗塔，真正。真正。咱公司是安尼呢。安尼了。哎呀。好，但是。这罐哦，哎，按张辉广告也无多。开老师的，这罐嘛够阿高了。这罐嘛开老师的，赚不又得2000块。安尼2000块尔啦。六罐药。啊，20组，20个啦哈。前21位啊。北部5组，好。啊，中部5组，啊，南部5组，花东甲平湖5组，安多20组啦哈。对。大伯你给我倒算个，无该洗头咯。哦，哎，真正，逐摆拢未超过过。下面人要走第一位。哎，未超过，我会走路呢，我若走路，你哪不透露呢？真正拢无透露呀。控不控同？控一二509的电话。所以第21位个要优待呀。来你嘛，哎。哎，健身二。俺住哩都。我住哩凤山。凤山哦。嗯。你捌买过哦？捌啊。我来讲，今仔日送一罐老龙水，我搁一罐健身好哈。好。哦，来，一双一双，谢谢啊。今仔日叫你啊。来，你好。喂。喂。嗨。那个中和。中和哦，来你双宝牛给你喝冰啊。啊，这查甫人拢爱吃。来，你好啊。老师。好。我的执照。好的，来三双宝牛给你喝冰，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来四双宝牛给你喝冰，谢谢啊。赞，查甫人赞。来，你好。喂。你好。嗨。我走人你知影吼？哦，二三，我讲今仔有送老龙手一罐，啊，搁健身好一罐，哦，好，来五双。赞，咱王大哥赞。来你好啊。喂，哟，我要一组嘿。今仔有送一罐老龙手，搁一罐健身好哦吼。来一双来试试。恭喜你。来你好。喂。嗨。喂哦。有人接无？嗨，大男妹，大男妹啦，莫打喂，喂，哎哎哎，对，是你啊，没错啊，好，来，你双，你双，谢谢啊。看在阿伯，你个买五条，我本地要个七条样呢，好，加载啊，来0800-0085-89啊。从多少咧？莫打因为阿伯啊，伊安尼是赚两罐呐，对啦，啊，这两罐个2000块咧，啊，顶一回伊都无看到，伊个无，今仔有看到啊，但是顶过年期间个是4罐了，对啊，所以过年期间若买到这，你起码唔好甲老师如果。哎啦，没啦，啊，这我听咱清楚的啦，听咱清楚的啦吼。所以今日买就拢对哦。哎，赶紧哦，来你讲啊。我叫涂城。涂城吼，啊，今日送啥你知无？啊，有啊，送老龙修一罐，佮健身好一罐啦啊。来，一双来试试。那个李小姐呀，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吼，来你讲啊。哎，你好。哎，咱到位。我叫歌勇啊，歌勇哦。我就看电视咧播。哦，好，来二双，谢谢啊。新朋友，恭喜你。对啦。新朋友，你今仔日看有对，搁买有对，我讲你实在有福报。真正啦，笑得满意耶！来，你好啊。喂，清诶，要来三山清啦。咱来南瓜子的健身好关键哦。啊，你看你连无咧广告了嘛，怎样买啦？哎，因为吼信用可靠。信用啦哈。来，0800-0085-89，叫我来你好。喂，嗨，你好。哎，我买迄个。健身号，南瓜子啦吼，来二双来试试。恭喜你！哎，做南瓜子噶无拍出来。你好，哟，喂，哟，张辉啊，呀，我是西施啦。哦，来一双宝牛给你保平啊，谢谢啊。你是西施呀？哦，西施呀。哎，恁叫南瓜子。西施就是咱那个特产那个西施啦。是安尼吗？有啦。是台中的西施。来，你好。喂。嘿，你好，我爱健身。咱住哩倒？高雄。来，四双，谢谢啊。来，你好。哎，你好。你健身。好，来五双宝牛给你保平啊。阿妹赞。来，你好啊。哎，张伟，我就说。好的，来三双宝牛给你保平，谢谢啊。哇，这老朋友，大家吼，拢知影张伟咧做代志。对。今仔日买人就上千两罐，所以吼、哦、老师真正无贪恁的钱啊。俺张辉吼，无这样你要俗的南瓜子呀。讲要帮助人，我无这伟大啦，啊，就起码很多都做会到，我拢尽量安尼啦。
哦，对不？老婆生啊，啊，歹势哦，你无卡，我是未卡着人，给你购物的人，完全拢未。咱张惠妹也落水哦哈，我二十多年来，我唔捌卡着同电人讲购物过哦。讲啊，你有欠啥无？我要为你啊过。有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个电话，嘛这样我两分钟有优待呢。啊，搁两分钟得啊。来个无优待呀？来来来，来关键来来你哦。新北市，啊，来新北市，一说不能跟你报备，师姐。来，你好。哎，嗨，你好。咱到位。大声。大声，今仔有送一罐老龙修，搁一罐健身好啊。来，你说不能跟你报备，谢谢啊。这立场足酷哎。我到多爱方师姐哦。张师姐。啊，张师姐，真正哦，伊拢专门咧帮忙啦。对，哎，做主意的。伊买买吼，啊，拢报喜好一寡有需要的人。啊，新北市。功德无量。哎，真的。莫怪人，莫怪人有福报。哎，给你赞叹。哎，那你好啊，喂。你好。哟。我今天看恁电视。哦，安尼哦，小姐给你服务，来一线保留给你保平啊。我的新朋友。哟，今天新朋友介济啦。哎，欢迎哦。平均咱一天拢差五十个新朋友，上少哦。对。才五十个哦。林志忠啊。林志忠呢？来二线保留给你保平。喂。你好。喂。嗨。来三线保留给你保平，谢谢啊。来，你好。张老师讲。哎，张伟你好。哟。啊，我问你，我老中医食安怎？来四山哈，谢谢。咱的老中医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哎呀，咱的是一款的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有专利的。有专利的哦。里面有十种的益生菌哦。对。哎，不是你一般准备提到的吼。来，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个几分钟头啊。那个我有答呀。很神啊。哦，搁一分钟头哈，上安尼呢哈，上正能量，正能量个两千块哇嘞，恁得要省呗。一分钟什么人？就是空军炮筒啊。咱个会成功。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最后一分钟。提升咱个生活品质。我这个点点呢，咱个电视都该关灯个只。来你好，喂，哎你好。啊你好。来一双保龄球的宝贝，谢谢。南国际个健身好。我来分吹啦，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啦。哦，啊，电话老通，我那赶快安尼又带啦。哦，好，好，好。无啦，啊，以后都无啦。哎呐，以后咱就是安尼。因为咱公司要给咱起价，起三千块啊，以后就是安尼啦。老师，啊，真重起，你用在恁连汽油，今麦都要搁起啊。啊，你行船班都无正常咧开呢。系啦系啦。飞机嘛无正常咧。啊，我来分吹啊，恁继续拍电话啦。好好。空不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啦。赶快我又带。是的，一雄。九号，九号哦，有九号什么事情吗？九号是咱帮咱的曼森特哦，当港老师恁故乡哦，曼森特。Thank you.
做代志吼，都要按部就班啦。代志咧做吼，爱尽力而为啦，爱照顺序做啦。可比讲像今仔来上班，电开了了，所有爱用到的物件拢爱顺过，接触好无？问题有问有无？声音有无正常无？这拢爱安尼做嘛？两点钟久，阮家老菩萨规工二十四点钟，拄啊留这两点钟久，你才要看咱的节目。如果咱若清清菜菜，我要哪敢交代呢？我老菩萨，我管对不对？搿只代志就先嘛。每一工啊，用两点钟久的性命要陪伴咱啊，陪伴啊，结果咱清清菜菜安尼交代，糊弄一下，安尼就要过啊。夜晚要睏哦，家己望一下良心的。哦，看你是在创什么会？啊，唔好跟我讲阿基的派啦，什么会有？我拢不爱听迄啦。啊，唔对就是唔对嘛，正就是安尼嘛。你总要讲我今仔冲红灯，我无看到，啊，就袂该开红灯，照常开。无看到是因为你的疏忽嘛？像古早人讲讲，食甘蔗得随目客啦。食甘蔗。食甘蔗爱随目客。咱个咧食到胃，不管你胃甘蔗头也好，胃甘蔗尾也好，你就是一目一目一直揢起来嘛。啊，较顺个了啊。一定是爱安尼做个嘛，无你要安那揢。哦，做代志就是安嘛，因为甘蔗伊有目，一扎一扎啊。嗯。哦，人讲一目一目啊。啊，不管你是对尾个，还是对头个食，拢爱用嘴去咬嘛。嗯。爱照顺序咧咬咧揢嘛。啊，才会当去揢到软个，迄目揢过唔到软个。对。哦，对不对？哎，两个人都有吃，安开我都规矩拢吃较完嘛，唔得安尼唔得着。所以吃甘蔗爱随目客，这是咧讲像咱做工课，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照头理落来。做人做事嘛，拢爱安尼做啊，开始凊彩钱，安唔得会当做到完美。做代志按部就班，才袂乱七八糟啦。有当时啊，声音该出来无出来，影该出来无出来，有当时啊，一哭无出来，该出来无出来。是不是弄啊？你就乱呢啊！哦，这个做代志就行，你就照步来就好啊。但啊，伊就这个吃甘蔗来咧看，都有几点要提出来做参考啊。哦，上简单的、上较困难的较少嘛。哦，都先下手嘛，为较歹做的先下手嘛。也就是讲，对咱的尾部正气，而这个目伊比较较嫩较脆。嗯，即较容易加嘛，较好加嘛。哦，所以食甘蔗从尾啊开始食。哎，安尼你的喙齿较袂遐忝嘛，做代志嘛是安尼啊。哦，你得当减少介侪困难啦，并且会当加强你的信心。嗯。啊，如果你为头啊开始哦，你得去个甘蔗头。做定个呀。哦，迄是定扣扣啊。有当时阵讲就较歹听，阿未越到尾啊，你的喙齿就崩去啊。就未坎定。啊，就未坎定啊。迄个时阵，你都放弃啊嘛？你甘蔗你都食袂完啊，就是讲你工课都做袂好势啊嘛。哦，对不对？反倒等你对尾部食去，虽然这个甜袂当亲像甘蔗头遐甜，但是总是你有食着啊嘛，对不对？哦，所以这可比咱的问题好歹解决同款。如果你若先食几包，感觉忝啊，那休困者较可耐嘛。哦，安尼佫袂有损失你，哦，对不对？啊，你若有充分的耐心，当然咱水麦甲揢，哦，爱忍耐，有耐心，达到啊揢，啊，为甘蔗尾硬到甘蔗头，对不对？就会安尼嘛。啊，你若失去耐心，啊，那哦，赶紧的要甲揢揢好了，水气就断去啊。哦，袂使伤紧。甘蔗头啊是定的嘛，较早我阿妈咧削甘蔗，我就专门咧捡甘蔗头，蔗头蔗尾。哦，是哦。啊，迄度爱个兼破冰，像咧破西瓜皮啊。无免那加落去，加落去，迄囡仔嘴免那加。啊，唔过阿爸会咸咩？咸咩是恁肉正，阮家会变啊。哦，所以要讲个就是安尼嘛，所以必须要耐心哦。啊，加这个甘蔗头的这个汁啊，啊用嘴齿按一个达到步。其实你呐也要食，这问题要讲个该好处理啊。当然，解决问题嘛是安那，愈困难呢，你都要愈定到哦，未使心光受刃啦！哦，爱找出迄个问题点在底，哦，啊，一步一步解决。做代志是安尼嘛，因为你赶紧，你啊讲都无效哩，
是不是这样老婆子？那我们的国心的同样呢，不能上讲，你有哪不能黑白说呢，不能去别乱导演呢，不能，对不对？所以要随目随目去去，做人的事情都是这样做，按部就班。如果是失去耐心，还有大小的有的没的，当你出去拜的时候，人看人在吃甘蔗，你就离开远了。所以当你工作做了不好事，人别人做成功了，你就离开，真的是要怎样，买菜都不好，还是按部就班。对啦，一步一步来啦，做事就是这样嘛，一步一步来。按照我不是计较，但是按照我在做事情，叫土你下来，一步一步。我在高官这老婆三也同样，你看我在做人，这件事我一步一步来。有的我老婆三都说，哎呦，张哥要开钱，我要说你钱你多开钱，那领导的事情呢？但是不用开就是不用开，我不用开就不用开，上面一定都要用钱，只要有钱就通过处理，要好的人不能介入处理，不是这样啦。老婆三，按张哥在做事情，你也有接触到，你就知道张哥的人真的不是开饭店怕人大吃，该开就开，不该开都不能白开钱，该开一角银就不能欠，不该开一口银都不能，一角银都不能开，对不对？比较欠的。我这人做事情哦，有良心道德的啦，不是那黑白来的啦。好啦，点歌啦。我今仔不爱甲英安听啦，因为看看规定的伊算上乖啊，虽然伊无乖啦，但是伊算上乖啊。老师，伊算上乖啊啦。你唔爱咧甲我娱乐咧？你怕一个月甲偷一摆呢？啊，真的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屏东的电话啊，我波涛。诶，朋友头前啊，麻烦你加一个空白啦。空白咯。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带着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简单而要又明了。来啊，电话泡通啊，忙啊，猜啊，我听到。小汤汤。哎呦。中汤汤。哦。大汤汤。哇哇哇哇哇哇！喂啊。哎，三位老师。哎，你好。哎，我等彩虹。哎，你好，邓彩虹哈。哎、哦欸，啊，我迄、那个，我自家去啊。哦，好，谢谢罗兰。啊，我要听《朋友情》。《朋友情》拍一楼啊。一楼，谢谢罗兰。来，你好。喂。哎、欸，张老师，你好，我林先生。哦，电视上大声，来换人，拍谁啊？我听无啦。哎、欸，你好。哟。哎，小姐，你好。小姐。哎、欸，我全部收到啊，拢家今天给回来啊。啊，拢处理了哈。哎、欸，啊，我们一条歌。哦好。哎、欸，可爱的呗。哦，可爱呗，拜二哦哈。好，谢谢哦。拜拜，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喂。玉梅姐。张老师。哦，玉梅姐。满怀玉梅姐。有有有。点一杯古锥心的流浪梨。三号的哈。好，谢谢。啊，玉梅姐，今今仔日改天来塔山哦哈。正在录制的，好，来你嘛，哎，追车过流，我也拜四号，好，好，拜拜，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哟，哎，我林秀长，麻烦点一首《谁来爱我》，五号哈，五号，好，好，谢谢，来你好，喂，我在这哦，我太太，哟，什么歌啦？我太太点的困难，三位，齐金辉，齐金辉啦，齐金辉啊，齐金辉，齐金辉。哪个啊？好，拜拜。你来那工作，这么的关两个人，阿妈阿妈忘记。来，你好。喂。哦，我人。来，你好。等我印第尼股，我就切掉啊啦。喂哦。来，我人。老师你好啦。较紧的来。啊，我慢先得收掉啊。好好，谢谢，好，拜拜。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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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个讲的。哎，讲话讲较紧的，有啦，哎，讲啊嘛，哎，慢慢来，我听。有啦，恁那个七八九空八八空啊，有，搁四条，四条，搁四条啊，七八九空八八空，我等你啊，先拿光，先拿光，先拿光，较紧的呢，老婆生，你要点光点茶呢？有，有啊，来六，喂，楼下。好了，喂，个四条无啊？啊，无啦，组织六条的。啊，要组织六条就好啦。啊，都不能点嘛，袂安怎？我你你高声卡真，那个也成个糟糟鸡啊肉。啊，伊那也骂过嘞。糟鸡啊肉啊！啊，伊那一罐汤能卡到袂放晒，遐嘛伊代志。来，你好，喂，啊，华人啊，来，你好，喂，嗨，喂，好。新金瓜咯，靠腰啊！讲哦，点瓜无安尼，安尼像咧，像咧，我咧都无神啊！你点瓜都较正经啊，妈不正无经啊！真有影实在哦。啊，杜姐姐，我今仔只能讲全款销。老师，你要跟同我？我今仔全款销人啊！嗨，
什么歌？哎、欸，嗨，恁大队恁什么人要听什么歌？啊，我高阳。哦好。什么人？哎、欸，喂。是恁的电话问题啊？是哪？恁电话刚切掉。嗨。喂。嘿、hey, ，有听到无？有。来。我要点一首《后山姑娘》。啊，咱大队恁什么人？我八方叫我姓陈。好，我白七楼啊。啊好。哦，拜拜。谢谢。嗯点歌个爱唱啊，好、哦，对对，讲电话爱爱有力，啊，这不敢接无。啊，来你好。喂。嗨。喂。嗨。哎，咱遐。安那。张音加张。有啦有啦有有有，要听歌。不是。好，来小等小等，一刷一刷就停了，来你好。哦，张老师你好。哎。我木沙王妈妈。王妈妈。我要唱一条《痛苦的人生》。哦，你讲过无可以拿。拜拜拜啊好谢谢、啊、好拜拜好拜拜谢谢来你好哎哟我高阳哎什么歌一路啊人生啊你什么人我是邓好邓先生好我拜高雄啊哦好拜拜来你好老师你好哟我带来安定哟黄小姐安定为了维持当性命好拜十分啊好谢谢拜拜今天黄小姐讲我那里点歌就是安尼那个老婆呢小妹唔真系笑趴，我袂听看，还白当个袂看医生，真叫你知。故乡哦，来应该好行，这首歌呢是咱的招娣小姐的美歌。
这点钟我要来关心我们这的乡亲好朋友有这个糖尿病的人，因为老不少有的人也带着糖尿病，他都该烦恼，不怪他烦恼啦。是怎么说？人事实说，因为通常我带着糖尿病都早就被他丢了，就丢了一世人了嘛。他不好的呀。他不好嘛，他就丢了一世人。但是能控制而已。就是因为你不好。通常一般咱若有感冒，感冒好也搁感冒嘛。对。也好嘛。也好。所以后摆感冒，咱知影要怎处理啊。但是糖尿病人是，我都以前无糖尿病，正向糖尿病，唔知影要怎处理。一世人啊。结果唔知影要怎处理问题都来啊。糖尿病有什么问题呢？糖尿病，咱上惊的是伊的并发症嘛。并发症。无其实，那无啥，糖尿病有的人嘛带一世人，人都也免哦。对无？糖尿病其实现在呐，你都含管这无糖尿病的人来讲，你都加一个控制尔嘛。血糖。你若控制血糖，控制好势，你含正常人拢同款啦。即马咧上惊的是惊讲，你明知影你家己有糖尿病，你嘛去看医生。医生嘛开药给你吃，糖分同款控制这袂落来，安尼你得注意啊。你变怎办？咱讲事实，你来讲紧来讲医生啊，我足呛呢，结果你开药我吃哦，我血糖同款控制袂落来，叫医生给你换一个药来。这医生药换嘞，同款这个问题过来，我看你得去换病院啊呢，忙搁你遐看呢，老无在身体咱呢。未使拖药。未使拖掉呢，忙糖尿病，你忙看。糖尿病袂死人啊！啊，无咧。不过伊的并发症是爱人的命啦，那不是骗死人。按张伟咧讲的，都足直接的，我拢当作家己的。我这样视病如亲呐，甲病听有病听人当作家己的亲人咧关心啦。所以我咧讲的，我唔是网络啊啦。对。我咧讲的，我拢直接讲啊。我有个人讲啊，这人讲的较歹听，这个忠言逆耳较我多。我要用个婆婆太太，我也袂晓啊啦。所以，那不是咱那是讲吼，真若有糖尿病。咱讲熟悉的吼，嘴该呛就爱呛啦。医生开予你的药啊，来照起，敢袂使讲有个人在那，我真头昏啊，无管啊，都无唔吃。这袂使呀。袂使吃啦。爱照起讲。你既然有糖尿病，有看医生，医生有开药啊，你就照起讲吃。有管无管，你就时间到就是爱吃药啦。因为迄你爱食一世人啊。迄含咱食饭同款。吃一世人啊！你饭要吃偌久？你控制药啊，该吃偌久？咱真正是安尼嘛，该吃一世人啊，无多啊。所以你即阵若是有糖尿病的人，你家己本身爱注意啊，无你发糖尿病的人到落尾，你看目睭会无看。并发症？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经内面拢浸糖水嘛。你浸糖水吼，咱的目睭会即血更作用，伊会循环的歹，目睭会无味嘛。糖尿病的人，伊的要讲开，就是伊头壳那会较迄落，拢浸糖水哦，所以你血液欠管哦，那有那较容易中风，较容易中风个介危险嘛，较容易气体变歹。因为你的新陈代谢无好，所以到落尾你的这个心脏会包油，心包油，心嘛包油会扩大嘛，会颠大嘛，颠大到落尾会更开。糖尿病引起的，咱的心脏会颠硬。就是你糖尿病嘛，你看糖尿病的人。几乎差不多，大家拢会啥？有一个叫做一个肝包油，叫做脂肪肝。糖尿病人几乎介侪，差不多一个高血压拢有脂肪肝。为什么？因为你看新陈代谢科，你就知影讲你的新陈代谢无好，新陈代谢歹，你唔到有糖尿病。所以你就是你的脂肪肝，你的肝就会包油，肝若包油就叫顶炎呢。肝硬化，硬化就无药啊。糖尿病引起肝硬化，你的糖尿病啊，伫迄个肝歹啊呢。所以足侪人拢唔知这个原因，到落尾你啊看，无甲药剂也去洗。所以糖尿病去药剂判去洗药剂。啊，足济啊，这也毋是咱那个张伟我别讲啊，这拢有数据的啊。也是糖尿病去的。到底啊，洗药剂的三个其中一个糖尿病三分之一呢。所以糖尿病你该顾药剂。你讲怎样三分之一？你感觉偌济人？近差不多九万人咧洗药剂，三分之一就三万人啊呢。拢是糖尿病去，也是判。拢是糖尿病啊。所以老婆生，有个人啊，糖尿病脚破空，未好，割到脚转好好心针，搁生放两生糖。迄人娃娃卡咧生糖爱固掉呢，糖尿病去该固卡。啊，这大家拢知，迄也毋是我离家里来啦，迄就大家嘛知影。你因为糖尿病啊，空嘴你啊高未好，高到尾啊搁感染着，
你脚无骨开，人要较有命。所以你糖尿病，你爱顾你规身躯的器官太过早会裂，过早会糊。你顾袂糊啦？顾袂糊啊！你都会去一老婆三乡亲的朋友，有糖尿病的人，你身躯顶都有病痛，你卖甲算重点，重点在你的糖分先甲控制好伊好势，卖好伊安尼起起落落，好伊会定掉，安尼来你。解决一个毛病，自然就袂发生啦。为中晚头家落起来。对啦，你的问题就出在你的糖分啊。你个大舅可袂因为糖尿病去有无看呀？你特别肝心包油，特别肝包油袂腰子歹去啊，特别脚行脚破被破空，你个肝袂好，特别烦恼嘛。啊，你个爱顾糖尿病呀？爱顾糖分，嗯，糖分来顾好嘛，我加起来，啊，好一点掉，就安尼做。我有一个换贴布啊，吼，今年82啊啦。我哋因到出入头40吨有啦，40吨。我唔知伊有糖尿病，咱讲真正，我唔知伊有糖尿病。你看一个82岁的查某人哦，出门伊洗一个包啊头，往个沙石路啊无，啊抹个头毛油啊，抹抹啊洗一个包啊头，啊个抹面油，啊穿个旗袍，啊穿个一款包啊鞋，白底包啊鞋，啊行到咱叫你后边看像小姐啊。啊！你啊，看伊面色，看伊种种哦，看伊动作，伊讲话反应，82岁啊！我那讲真正像个60岁人啊，足少人开个。啊，有糖尿病带40吨呢，你敢看会出伊有糖尿病？完全看袂出啊！那个会要顾就是安，啊，袂要顾个哦，40、50岁、50、60岁都哇，七针六撇啊，目睭无意，目睭无意啊，无血压欠悬啊，肝包油、心包油啦，腰子来去洗啊啦，脚底啊顾袂好啦，啊，有诶无命啊，把一大堆啊问吼，袂要顾个。所以老婆说：“那也去请。既然咱也知影咱有糖尿病，尤其是咱的是大人啊，是大人有糖尿病，咱都有迄个体质啊。哦，迄都啊，你若关键着有迄个因子，佮加上迄个诱因，你的糖分都发生啊。哦，像讲咱的是大人，伊有放荷兰的，就是咱的体质嘛。啊，你若生活正常，有咧运动，可能你就较袂硬嘛。你若食八做听课，你就硬个。嗯，迄个是诱因哦。所以咱也去请，咱一定爱好好啊顾。”啊，生活上爱注意，真心爱强，啊，配合医生，哦，一定配合医生，啊，咱一定会记住，无论如何，就是这个糖分一定要甲控制好，定掉，安尼，咱的并发症较袂来发生。老木山，按张伟家你关心哦，啊，你一定爱较照起讲的，因为身体在你遐，你一个无小心，有可能你得要用足够的时间。结果我恢复回来，规身躯的呀。安那好唔好？好啦吼，来，无人敢保庇啦，平安无代志啦。来，大家一起来。小酒搁再干一杯。爱地球不只是一种生活风格，也是一项很潮的生活态度。不论你我身在何处，我们有着相同的默契。跟风。勇于坚持自我风格，潮流选在地食材，省心。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但是你做了吗？全民绿生活即刻启动。大家好，我是田之学医师，防疫已成为你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天就让田医师来为大家复习5个防疫好习惯。第一，每日量体温，不是速就医。第二，口罩要戴好，脏污要替换。第三，正确勤洗手，不碰眼口鼻。第四，距离要拉开，病毒不传染。第五，环境常清消，空气要流通。透过以上5个防疫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察觉身体的不适，也可以降低接触及传染疾病的风险。防疫的路上，每个人都很重要，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真谢咱的乡亲朋友哦。你等咱这组足稳定的咱的苦瓜生态，啊，咱讲属性吼，苦瓜生态近市面上摆住足济，咱也咪只卖去讲人的当地。你今仔日有看到我客即罐，是咱惠安堂的苦瓜生态足稳定的，安怎会买
来大大优待一下哈。阮家老婆山哦，无咧谈啊，来，足稳定的哈。苦瓜生态。我老婆说不得谈啊，有遐个家囡仔撑长手嘞，个白晒无鱼，有遐都要等老人年金的，怎么办呢？一罐一千块，一罐一千，买两罐送两罐，好不？买两罐送你两罐，安尼啊，啊干脆安尼啦。恁的健康老师帮你出一罐，有心肠啊，给送一罐啦。哦，商店电话卡通都给一罐，安尼卡开一个两千块呢，好多俗的呀。老婆说咯，足够满意的。咱那个食饭吼，会食到一半你家。加保养两粒馒头啊，好两粒配饭吃。咱要食饭食到一半，你加食两粒馒头。好喝好喝。来，我讲啊，安娜，泡开这罐老龙修 A 罐的益生菌送给你啊。刷电电话卡，我偷偷给这罐老龙修益生菌。这有十种的专利的哦哈。专利的哟。咱专利的益生菌哦哈。对，是你市面上一般是拢无同款的。这你市面上买绝对无同款啊。对。那无啥咯。我唔卖讲咱会加较赞啦，但是绝对无输人啦。老两手，啊，这要送给你的，哦，这要送，啊，这因为我送足侪出去，啊，足侪人食了，拢有哪食鹅肉，有诶，今麦来拢咧搞我买啊。你连感觉拢用买呀？对，来啊，赶紧啊！所以今日电话看我通啊，加一罐老两手，老两手送给你啊，再加一罐咱的苦瓜生态足稳定，加两罐药。安尼得滴啦，安尼得滴啦，哈，安尼啦，哈，安尼啦，哈，安尼吼，吼。二十位娘，二十组啊，来哟，喂。电话通啊来，你好，你好来，请讲。喂，哎、欸，你好，你好，我有听到啦。哦，你听到，我姓北市，我要诶，足稳定，一算一算足稳定啊。苦瓜生态足稳定。咱新北市啦哈。好。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咱北部五组啦。北部。啊，中部五组啦。啊，南部五组，啊，华东甲平湖五组，多二十组啦。啊，你过来个无优待呀？哦，来赶紧啦。二十一组个无优待呀？来，你好。嗨，你好哈！哎，罗大哥，罗大哥，苦瓜生态一组哈，来来二线谢谢啊，那你做稳定来你好。喂喂，小姐啊，嗨，要订那个苦瓜生态。哦，苦瓜生态就做稳定来三线，无留给你保平。谢谢啊，那你做个满意。来你好。哎，嗨。哦，要订那苦瓜生态。好，再来四线苦瓜生态啊，做稳定哦。来你好，嗨。你好，一组。来五线无留给你保平啊。苦瓜生态啊！啊，老婆生，因厝内面啊是有其他的苦瓜生态，要安怎办？哦，莫单调哦。啊，无要怎食？咱未谈啊，咱忙讨债啦。嗯。古早人讲的呐，人啊讨债，人工会做去食。恁兜的一粒，咱的一粒，甲人做伙食都。常做伙食。安尼拢未怕算。啊，你可以当比较。我绝对未讲哦，我呢较赞，别人较歹啊。啊，食我都卖，我未安尼讲啊。哦，恁家己去比较。哎，你好啊，别别看出来高。大哥，我们。哦，黄大哥的老朋友啊，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平。哦哦，这位二十档的老朋友啊。有，你敢看这老朋友拢对调二十档啊？海底观众，来你好，哎嗨，哎我叫问你好，来二双好问，二双哈，谢谢。苦瓜生态足稳定。我唔是惊你问啦，你问我未到啦。人讲真正，我伫广播界二十外档啊啦，是问题。你咧广告的时阵，你咧问你若讲着气管，讲着镜头。安尼我就讲黄金嘛，啊老师，啊我啊赚啊无赚啊无一口笑，啊得个黄金哦，哎呦，真了对不？哦还袂好啦，哎呦，我这不歹话呢，我这真卡人讲啊赚啊无一口笑，啊得个哦，我这阿妈坐大年，较早拢听这种话，我知。啊，佮真好听嘞吼！哎，啊，这乡土贵，这真乡土贵吼！你是不是从干探无一丝丝丝丝啦？哎呀，探啊无一，探啊无甚物货啊！啊，得安尼咯。无法度，无法度形容起伊个。啊，你讲啊，探一丝丝啊，这安尼佫无好听。哟。哦，啊，探啊无一可笑，佮袂歹呢吼。来，赶紧嘞，赶紧嘞，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林刚起来佮无正两关人好老婆噻。个无老龙修，个嘛无咱的苦瓜生态呀。有。啊，他只存在四罐呢，啊，无咱公司要人去给三千块呢。来啦，哎嘞，那无啥关键嘞，个存安尼北部三组，北部、中部三组、南部三组、华东三组安尼啊。再有高组，十二组啦，你是不读书啊？真这样，个十二组，最后十二组，我到了。好呀。你足够满意咧！较早计读册拢爱谈恋爱啊，哪有啦？啊谈恋爱，甲一日过一日啦。今麦较你啊计袂出去，这精英效果，那是导播，导播精英效果啦。初三五九年，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万，安不安不电话咧？哎呦，哎，我这五万才两千块俩咧。安尼啦，吼，安尼就对啦。哦，一回个无遐两万来，老婆仔你要省咩？啊，来你嘛啊！喂，老师你好，啊你好，我是一个做稳定，赞呢，
哦，这什么人？唔知。什么人？来，一算一算一算。哎呦啦！你啊，问问看你什么人啊？啊，伊都电视盖大声，来你好。喂。喂，刚刚电话怎么挂断了？哦，来，你刷，你刷，卖挂电话，你刷，你刷。那我那不是跟你挂电话啦，是我该转落。嘿，咱家转的小姐还袂叫你来切等伊，是安尼。嘿啦，哦，来啊，来赶紧啊，搁两分钟，两分钟啊，有咩有刷啦啊？来，干嘛又打呀？啊，今仔我卖掉，跟你中意啊？啊，你哪卖无掉的咧？啊，看人家为十五双去。你卡健康？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电话电话啊！电话卡通虽上这两罐老龙修一罐，佮兼苦瓜生态做一张一罐。苦瓜生态哦，老婆生，你若听到苦瓜生态，知影讲哦，原来苦瓜生态有那个有这个足稳定的。哎呀，有哦，你真系学了哦。你免市面上买拢贵三三。来，你好啊。喂，哎，你好，你好。喂，苦瓜刚盖没多。哦，这真正赞歌鹅肉的啊，来一双来试试啊。哎，安尼个对啊，你看，那阿伯也个要讲。小哥赞歌鹅肉。你跟我以前这个倒介绍。好了，你即马连讲哦，真正倒介绍啊。哎，因为你会讲短话，佮兼弯题。小哥满意。哦，苦瓜生态就稳定的哈。因为老师，来你好啊。喂。哎，你好。喂。喂。你听电话，等下讲话。你好啦，你好，你好。哦，我要一组啦。来，二双二双，谢谢啊。咱今仔新朋友介绍啦。一组哈。啊，咱挂到。哎。三双三双，谢谢啊。喂。来，你好。喂。啊，你好。喂。喂。哎，来四双啊，这位。嘿。哎，谢谢。来，新朋友，你听电话，等下讲话啊，我伫内底咧讲话，你电视爱总较细声诶。今仔新朋友介绍啦，欢迎。因为你听电视诶声哦，含我讲出来要差十秒啊。所以你爱听电话里面，你像咧讲电话啊，你无你电视爱急开，急无无声，哦，会急真啊。啊，马上一分钟，搁一分钟得啊。有咩恭喜啊？啊，你买无到诶，买无到，别生气啊。连讲个存在四关俩，有有。来你啊，诶，我要一组，咱大桌，大伯，无牛，无牛，给你保平啊，来一双，谢谢啊。你看咱就有人无声，你看看伊个怎样讲电话啦，急无细声，有安尼做清楚啦。安尼做清楚啊，无啊！你看真公开啊，你听到多啊？有啊，安听到听到啊！无好无，那个新朋友未晓好无？搿就新朋友拢忙听到。未好无，拢是第一次见安尼啦。好啦，啊，我来分吹啦。好，啊，恁继续拍恁的电话。老师，哎啦，赶快试广告。安怎啦？赶快试。哎喂哎哎，我赶紧订一组。好，来二双，来先二双，二双。赶快五加一啦，关呀。系啦，两千块。系啦。来，空不共同，空一二五八七。那我三，你看，继续卡哦，只会个吹四关呢。好啦，啊，我来分吹，啊，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啦。好，电话有通，拢有带啦哈。来，一雄。哪瓜？那我三继续卡电话。七号的呀，七号是咱高雄的怡芳小姐呀，点一首《半醉半清气》。那我再来到底能行？那新北市张师姐到底能行行？
着咱保留慈悲的心，扶持咱保留中天照明啊，这个功德真大啊！而且大家拢爱做，啊，这大家拢都爱做诶。出来面也是有老大人哦，身体无好哦，这个时阵阿德神阿德灵呐，扶持一下啊，咱都哦，加扶持啊，求一个好音好缘，互咱看到好医生，食到好药，安尼咱身体较会健康。哦，你若像有诶家庭啦、啊，较差诶，烦恼人诶，官司意外一大堆诶，磕磕卡卡，爸仔囝、母仔囝、兄弟姊妹啊，拢未好，扶持一下，即扶持一下安尼哦，消一个业也好啦。哦，尤其是查某人啦吼，查某人是讲少年诶时阵，倒那拄啊较毋捌。有当时有囡仔拍甲闹去吼，这翁婿也较不忠啦，囡仔也较不孝啦，亲情我走话看人较无啦。怎么办呢？啊，消一个劫咧，消一个。扶持一下。哎，你着电话拍来吼，一个月一百块尔啦哈。电话拍来啊，家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然后小姐，伊就寄单给你啊。你收到单了哦。来去 seven 全家 OK 来尔富的当叫。唔免签名，唔免登记，唔免收小费啊。对啦对啦，啊你啊，咱老大人也无咧谈啊，唔免坐。咱就一摆看是要三个月哦，三百块，还是讲半年六百块哦。咱安尼，咱其他工课拢交代安装。困难的交予老师处理。功夫拜拜啊，同样啦。哦，功夫拜拜啊。甜甜气点。来来，你好，喂喂。喂，张辉哦。啊，你好。我拄无迄落着，我买苦瓜。你稍等来来计算，计算啊。七八九空八八空啊！啊，今日咱好奇要留重点这边老婆。三位差三位，今日差三位。三位啊三分钟尔啦。啊，老师亲自做。三分钟尔哈。对。哎，你好喂。对，张辉老师你好，我好奇。功德无量哈，无你嘛，给你保庇身体健康，好你吃饱的，来一双一双，谢谢。那你好。喂，你好。你秀清啊，秀清哦，王姐，王姐老朋友啊，无你嘛，给保庇，好你吃饱的哈，来三双三双，谢谢哈。小等一下，老师要做功课，静静的给我将咱老婆山的吼好奇的名单呢，先甲编一摆。是，这个名单吼，我明仔载透早去到咱的中电头路去，我就编一遍啦。明仔载这个时间要做功课，我阁编一摆，第三遍咱啰嗦无。该搞功夫的。即卖照，即就像咧客甘蔗同款啦，啊，照拍你落来啦，吓啦。哎，你好啊。喂。哎，你好。我在好奇，功德无量啊！无量该保庇，我咧食百里吼，来四川四川，谢谢哈。所以有这些老婆仔拢帮因后生查某囝，想要头路咧做也袂顺呐，磕磕卡卡的好奇一个介好诶。吓啦，迄个求一个好姻好缘啊，接到一个好桃花吼，啊头路咧做较会顺心呢。一定爱啊！因咱讲事实就是安尼，咱求无量甲咱保庇。吓啦，啊有个人讲啊，若要消极涨价。甲处理完成借主爱开几千开几万，我唔免呢。唔免呐。唔是你有钱都在调，这爱会晓啦。唔爱找着啦。哦，啊，都你都刚买一个一百块银金纸。对。咱老师帮你。其他工课拢交代安怎位就好啊。老师帮咱处理。哦，其他你都免各位的烦恼啊。你都负责安尼呢，足简单呢。一工只差三块外银。你也免那个四处跑跑走啦，今年疫情咱也免四处跑，咱就交代我安怎位就好。嗯。功夫拜拜啊，同样啦哈。那你啊，喂。那。喂，你好，你好，我要护持啊，功德无量，吃百里，来一双一双，谢谢哈。你个像我咧电话靠通个当护持呀。是啦，啊那来，无咱进来做功课啦。嗯。啊，你电话继续拍，好小姐给你服务啦哈，来咱做功课。主席张伟，你家的公车保留主笔，主公破家来跟你保庇啊！啊，你咱这屏东关丹江镇红旗里35-4号啊，张明利，和平区雷山里福寿路26号，丹王春友，马公市无上街128号10楼2D 栋，孙正金贵，台南生态病院10楼西区78号 A 床，董志宏。万里镇古城里16年99-9号，李阿宝，后龙镇秀水里，秀水里7年58号，陈彩虹，树林区三福街36巷20号2楼，魏明华，高雄北控局国军病院4楼，
第九号病房有滴单标算，而且恭请咱保佑主美主公菩萨来给恁保庇，让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咱再有真侪位来给咱保佑中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一百块，功德非常大哈。地金元三个日，曾宝贵三个日，啊，单美华六个月，吴正峰六个月，报相福十二个月，李七妹十二个月，潘秋菊三个日，黄慧珍三个日，黄婉珍三个日，黄朱敏三个日，杨涵玉玉哈十个月，林义祥十个月，王金华十二个月，陈秋敏六个月，李佩李李林啊六个月。低秋燕六个月，郑清郑清云六个月，郑无心六个月，李素莲六个月，秦秦玉秦秦玉啊六个月，林素玉十二个月，黄玉芬三个月，黄碧香六个月，柯秋燕五个月，刘静怡六个月，李金芳三个月，林宝玉六个月。陈芝林六个月，单进雄三个月，何丽文三个月，陈玉桥三个月，陈廷瑞三个月，叶秀敏六个月，潘秀才十二个月，张秀碧啊十二个月，功德无量吼。咱们一家恭请在咱保佑主比主公菩萨来给咱保庇吼。我哋当政府消业消灾，应修正道，公民就能通，智慧开通，弘扬法界嘅形象，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物来进行对咱嘅智慧容易。手把青烟插满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如果来到台南，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大家非常感谢，台南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善信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着含咱做位伫咧做一个功课。小等请各位将今日这个功德，咱来回向好天顶伫咧杯、土卡伫咧扫、水灵伫咧受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好在各位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参加今日的功德，回向予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去年呢，有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人请双手合掌，心观来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的昨昏的这个话题，咱顶一回话题。讲到就讲，咱啊，那是见识闻声，咱一个会起心动念，就必须要爱严持境界啦，因为对着咱家己一定有好处。到了就发生大事的境界，真正到了就无障碍境界，决定就袂起任何一个伤害众生的这个念头啦，伊就无发生一个界就圆满啦。所以决定未有一个念头去想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啦，哦，就是安尼啦。所以不得啊，一个戒就圆满啦。那么决定就未有一个念头去侵犯别人，伊呢不淫，这个戒就圆满啦。所以伊在这个境界内面，确实就不起心，也不动念啦，显现出。来就是伊的大慈大悲嘛，大慈悲心充满着虚空法界，所以今仔咱
无有够了的这个境界，咱的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也可以起心动念嘛。所以咱都要知影讲啊，安尼咱的功夫无够啊，也是都爱呢，靠这习气，家你啊，家你束缚，何你袂当自在？所以你就一定爱呢，严持境界，好好啊，含咱做功课。慢慢把你家己的功夫向上来个提升啦、啊。哦，咱做功课也免钱啊，也免搬山过岭啊，啊，就一工用一十分钟久，含咱伫遮呢做一功课，有好都无歹呢。哦，你工课场也好，你的房间也好，你客厅也好，你灶脚，反正你的电视里对，你都含我里对做工课，迄、那个所在就是你的道场啊嘛。哦，这就是正确的。下所言境界时。哦，这个灵言就是咱的根性呐，所言就是咱六尘的境界啦。今仔初学的人一定爱在这个根尘上来接触啊、接触出来用这个功夫，下一切境界就是放下嘛。啊，要对对放下，首先就是先放下你自私自利啊，就是放下了的偶像。因为我想里面上界严重的就是咱的自私自利嘛，我做的这件代志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利益一切众生的念头也有那赶快甲放下，因为方法利生就是要利益众生的嘛，那是无放下，就是轮回心啊，啊做的就是轮回业啊，如果这个轮回业那是善业，果报你三善道啦。出不了就咱的六道嘛，啊、哦、对不对？啊，你若放下，才会当来超越到六道轮回啊，这是叫做破五尽嘛。所以你的心是慈悲的，你是好心的，要来帮助这苦难众生的，爱把这个佛法好好啊来给发扬光大嘛。按张国进就是咧做这个工课啊，你所看的、所听的，就是安尼嘛，这就是好代志嘛。这运动爱做的啊，但那是着相来做，就是讲跟咱的心性无相应的啦。所以你一定爱明了，拢总爱改放下，方法理性的代志，有人要做无？当然是有啊，不着相的这个诸佛菩萨来咧做嘛。所以我来赶紧要来做佛啦，要来去做菩萨，爱赶紧啊，你嘛爱使做啊。你嘛在做佛做菩萨啦，何必一定爱讲这非我不可？无我若无做，别人袂去做，免安尼讲啦。哪有这个道理？这叫做未得了伤过深啦。人人拢会当做，有真侪放不下的因素，拢是你这个所在嘛。所以你这个世间法来讲，上界重要大代志就是团人。以前啊、哦，咱的少林寺的功夫哦。一个师傅比一步，比到尾啊，真都拢无功夫呀！啊，你这佛法内面称为叫做传承啊，传承，历代祖师一代一代的传承，哦，你这世间法是对的，哦，未使比步的啦，乜都无话讲，啊，若捌的绝对未使抗步了的，无一定爱我做个到底啊，啊，有人接你做对使，我拢安尼就，接你做的人。都无亲像咱家己会当做个遐圆满嘛，啊、哦，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卖着急嘛。只要有团人接咧做，啊、哦，伊在这个经验当中会吸取到这个教训，啊，有奈不断地咧进步啦。经过十年、二十年了后，可能伊就会超过着咱啦，会超越过着咱。只要这个锲而不舍。只要不退心，只要以勇命精进，必定有成、啊哦、那么这个舍觉之上界重要，就是讲心灵觉了，处舍虚为。这句话就是咱金刚经顶端所讲的，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可以处，也可以舍嘛。处、哦、舍就是殊嘛，殊殊无碍嘛。所以重要的是不能执着，执着就唔对呀。所以金刚经后边面
有四句偈，时常诶藏在心肝顶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这就是咱诶初舍虚为嘛，如露也如电，这就是咧讲着一切法无存在啦。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哦，要讲开这个金，你若有看金刚经，你就知影这個意思。所以，只要即阵若有团人咧做，就亲像恁安尼，大家有接触咧做，咱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哦、五年、十年安尼来，可能啦、啊，哦，咱就会超越过着别人啊。只要你刻意不懈啦，哦，只要无退心就对了，爱用命精进，咱绝对会有成就啊！神灵讲了，初舍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可以处，也可以舍。哦，处舍是事，事事无碍嘛。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咧执着啊，执着都唔对呀。哦，金刚经我头拄下讲的金刚经，师兄咧敢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哦，这就是叫做处舍虚妄嘛。如露也如电，就是咧讲一切法无存在，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叫凡所有相。该是希望安尼嘛，吼！时间来看咧，今日讲这个，今日怎么做回向？总归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往正哈，那个地放开。这东西三岁五岁，甲吞未扎定，我只爱记一路吞一嘴，念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这不能看地那里，这不看山地里玩，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般般祸患似水消。佛愿无量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四季无灾，百节一。台中王太太点播《挂雪山盟》。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